到了。喂喂喂，金华国小游成伟，金华国小陈家乐上台一鞠躬。课时间过得真快，寒假又过了。听说这个寒假里，令尊令堂大人让您来当家，可否说说您的当家经验？好，这当家离不了开门七件事。哦，哪七件事？柴米油盐酱醋茶。是七件，件不少。日常生活中每件事情都有规律，买东西也有个规律。买东西有什么规律？买东西的规律是度量衡。您说说看。比方说，买蛋得论斤，买布得论尺。以前的社会是这么着，不过现在时代进步了，社会繁荣了，应该可以不用这些规律。不用这些规律，那怎么买东西呢？凭良心啊。全凭良心？全凭良心。这行吗？怎么不行？那咱们来试试看。怎么试？比方我这儿是家商店，您到我这儿来买东西，我们不用度量衡，全凭良心。好啊，那小店叫什么名字？当然是良心商店。那这店里卖些什么？小店什么都有。太好了，咱们这儿就来试试看。小姐您好。他倒挺有礼貌。请问您要买些什么呢？我肚子有点饿，您们这儿有没有卖豆浆？豆浆有，我们有热豆浆、甜豆浆、咸豆浆、冷豆浆，有加蛋的，有不加蛋的，还有。给我来一杯甜豆浆。对不起，我们不论杯。那来一碗甜豆浆。对不起，我们不论碗。您们这豆浆不论杯也不论碗，你们论什么？我们论稀。怎么个稀法？您不懂。不懂，就是把您这嘴放在锅边上，使劲这么一吸，吸多少算多少，两块给您一吸，很公道的价格。请问您要吸几吸？哎，我一吸也不吸，我怕掉进大锅里头淹死了，我不买豆浆了。那您买点别的吧。您们这儿有没有油条？油条有，还是现炸现卖，热乎乎的呢。好，那我买两根油条。我们不论根，买一盘油条。不论盘。那你们论什么？我们论捞。怎么个捞法？就是把您这手伸到炸油条的锅子里，这么一捞，捞多少算多少，两块给您一捞，很便宜的价格。请问您要捞几捞？捞？那我的手可不就熟了吗？我不买油条了。您们这儿有没有香皂？香皂有，什么品牌都有。那买一块香皂。不论块。半打香皂。不论打。那你们论什么？我们论搓。怎么个搓法？就是拿起一块香皂，使劲这么一搓，搓多少算多少，一块给您一搓，搓多请问您要搓几搓？都上您们这儿来搓，您们这儿可不就成了洗澡堂了。算了，我不买香皂了。您又不买香皂，您到底要买什么啊？您们这儿有没有卖牙膏？牙膏有。那我买一管牙膏。不论管。那您们论什么？我们论挤。怎么个挤法？就是拿起一管牙膏，使劲这么一挤，挤多少算多少，两块给您一挤。请问您要挤挤挤？我不买牙膏了。您们这儿算了。说着说着我口也渴了。您们这儿有没有卖冰棒？冰棒有。那买一支冰棒。不论支。带冰棒。不论带。那您们论什么？我们论甜。论甜？怎么个甜法？就是拿起一根冰棒，使劲这么一舔。那多脏啊。20块钱给一舔，请问您要舔几舔？20块钱才一舔，您们这这么贵，开黑店呐？没办法呀，像昨天才来了个大舌头，这么小舔一下，整个冰棒就没了。哎，好嘛，他昨天才受了教训，我看我也别卖冰棒了。那您到底要买什么呢？
您们这儿有没有卫生纸？卫生纸有，买一盒卫生纸，无论盒，一包卫生纸，无论包，一卷卫生纸，无论卷，300张卫生纸，无论张。您们这卫生纸不论盒，不论包，不论卷，不论张，您们论什么呀？我们论擦。我看呐、啊，擦擦你的脸，擦擦你的。我也别见了，咱们下台吧。金华国小游成伟，金华国小陈家乐，下。